比赛还剩一分钟，非常重要的发球，球打下来 ，Grisham 拿上 ，Grisham 起脚 ，Grisham 进球了 ，Grisham 进球了，圣人赢了这场比赛，圣人80-78，最后一分钟绝杀 ，Grisham。这场比赛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，现在 Benny Long 有个射门机会 ，Benny Long 哎晃了一下，假动作射门，起脚射门，球进了，非常漂亮 ，Benny Long 这个假动作做的真是漂亮。圣人队准备进攻 ，McKenzie 将球长传进来。Grisham 有机会 ，Grisham 没有接上 ，Grisham 把球打了出来 ，Team Memory 准备接下来 ，Team Memory 射门 ，Memory 这个球进了，非常漂亮 ，Team Memory 给圣人进了6分球。